我们之前有提过所谓的聚合线嘛，它是一个物件，完整的物件。如果你要偏移的话，它变成说整个偏移，也就是说它不会一个线段一个线段。如果你今天呢要把它偏移的话，怎么样？变成说偏移2好了哈，Enter，然后呢这一边偏移变这样子偏移，可是这样偏移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一条线的偏移。所以我必须要再做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这边有个分解，有没有？就是要把它分解开来。那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要被分解呢？其实游标放在上面就知道了，它现在是一个聚合线，它是一个连续的线段，啊。那如果说呢，分解开来变成怎么样呢？把这个地方有没有分解？点一下有没有？然后 Enter，你会发现游标移上去，哎，它变成一个线段，一个线段，一个线段分开来的物件。也就是说你在选取的时候有没有？它现在是四个物件哦。那可是刚刚是一个物件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大的差别，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，你后面要画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生问题哦。分解之后呢，如果你没有分解呢，它是这个它没有分解之前呢，它是一个单独的，有没有单独的一个这个一个物件一个而已哦。那如果把它分解之后的话，就变成四个分开来的哈，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把 Enter。分开来，你要确定是分开来，分开来之后才可以做偏移的动作哈。那我们接下来偏移好了，那偏移的画法其实很简单嘛哈，直接点一下偏移，他会问你说你要距离多少，那因为我们每两个单位按2就好了，然后就选择上面这条线好了哈，接下来就往下嘛。